以慈心故呢，当修放生之业哈、啊，就是跟人奉献啊哈、啊，然后应作如是念啊哈、啊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啊，我生生世世皆从之受生啊哈、啊，所以六道的众生呢，皆是我的父母也啊哈、啊，但是我却杀他们，吃他们。好，那么当我们杀众生、吃众生的时候，也就是自己把自己的父母杀掉，好，也就是为了我而杀过去世的父母啊，哈。那么一切的地水啊，都是我的前身，哈。一切的火风呢，都皆是我的本体呀，哈。所以呢，应该要常行这个放生之业，啊。那有看到其他的，看到世人呐、啊，要杀众生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方便的去救护他，然后解他们的苦难啊。然后常常要不止自己要放生呢，也要常常教人家放生啊，然后救度众生啊。然后若自己的有父母兄弟死亡的时候呢，要请这个法师呢，为他这个诵经啊、祈福啦、啊。这个是经里面所讲的，哎，对。哎，卖了个，还有什么工资？哎，快点，快，什么？